施主，你是专程酒后在此。贫僧从吐蕃远道入境此，抓的也不是宋人，与你何干？在大宋的地方，凡是有人不讲江湖道义，都关我的事。世间业火太多，我劝你莫引火烧身。<笑>我只不过是一个穿不暖吃不饱的江湖人。 我不怕业火，只要仰天无愧于心，踏地不负于民。宋朝江山岌岌可危，如果你识时务的话，就该抽缰在制，或许还有机会苟延残喘。难道你不怕众里围攻，众怒难犯呀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 若有人犯我，过了我底线，我就跟他打。他要打多久，我就打多久，一直打下去。<笑>那么，就看你今天的造化了。呀！ 帮帮主，乔峰。<笑><笑>